在旧约时代，神的子民当中有一种人被称为先知，他们既没有官阶又没有俸禄，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很多时都不受欢迎。但是奇怪的是，上至君王，下至凡夫走卒，虽然对他们既爱又恨，但是亦不能够不畏惧三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有耶和华神给他们的权柄。早在立国之前，神就选召了先知牧养他的百姓。在西乃山，神吩咐将献祭的职责归给祭司。进入迦南地之后，神又因应子民的要求加添了君王。有位神的仆人这样讲过，如果君王秉公行义，按照神的律法治理百姓，而祭司亦都以身作则过圣洁的生活，带领百姓专一爱神敬拜神，这样先知就不需要存在了。可悲的是，以色列国的君王称得上是好的寥寥无几，而有些祭司亦做不到属灵领导的工作，所以神的先知就很重要了。首先，等我们来了解一下先知产生的时代背景，亦即是同先知书有关的以色列人王国时期的历史。以色列人的王国时期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就是统一王国、分裂王国、独全王国。统一王国时期有三位君王：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他们每一位都做了40年君王。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王统治的时代，政治和经济都达到了最高峰。可惜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宠爱外邦女子，就被引诱去拜偶像，得罪真神耶和华，以致在他死了之后，国家一分为二，开始了分裂王国的时期。北边的10个支派拥立耶罗波安做君王，被称为北国以色列。他们另外设立自己的京城，最初在德撒，后来在撒玛利亚。南边只拥有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被称为南国犹大。由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继承王位，京城仍然设立在耶路撒冷。北国的开国君王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分别铸造金牛犊，叫百姓去膜拜，令到北国一开始就陷在拜偶像的罪里面。北国以色列有过19位君王，每一位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北国在主前722年受到神的惩罚，在列王纪下17章6节那里这么写：神让北边的亚述国来将他们灭了，并且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所管辖的各处地方。那个时候只剩下南国犹大，开始进入独全王国的时期。南国在罗波安的领导之下，亦犯罪触动耶和华的怒气，他们在各个高岗上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他们当中亦有恋同癖的罪。犹大国先后有20位君王，其中有几位推动过宗教改革，可惜影响都不深远。总括来讲，南国的君王没有专心倚靠神，百姓没有专一听从神，所以最终亦受到神的管教。在主前587年和586年，新崛起的巴比伦帝国围攻犹大国，将犹大国毁灭。列王纪下第25章记载，巴比伦人亦将犹大人掳走。神应许南国被掳的人，将来会有少数余民归回故土，重建家园。神这一项应许
在波斯称霸天下的时候初步实现了，波斯王协助犹太人三次回归，然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奇迹地复国，成为神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个明证。先知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被神召唤的，或者是宣告者，讲预言只不过是先知所有恩赐中的其中一项。根据创世纪二十章七节的记载，亚伯拉罕是最早被称为先知的旧约人物。神在基拉尔王阿比米勒的梦里面宣告亚伯拉罕是先知，不过当耶和华神被亚伯拉罕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因为罪恶甚重将会被神毁灭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发挥了代求者的功用。摩西是以色列人中第一位做神代言人的先知，神亦在摩西之后兴起其他的先知继续传达神的信息。在统一王国时期做先知的有撒母耳、拿丹、加德等等，在分裂王国和独传王国的时期有更多先知的记载出现，其中有些先知并没有记录到名字。对有名字的先知我们能够认识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在历史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没有留下著作的先知的事迹，例如以利亚和以利沙。另外的先知我们可以从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书卷来认识他们，那些书卷包括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这些先知的事迹和著作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先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旧约时代的先知曾经被称为神人或者先见，他们担任过的角色有神的代言人、讲预言的人、表演者、教师、守望者、代求者和诗人等等。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这段经文描写扫罗去找他爸爸不见了个驴，他一定想不到耶和华神是藉着这件事情引领他去见先知撒母耳。先知在当时被称为神人或者先见，神人是指被神选召出来终身侍奉神的人，他们和神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团契。先见就是看见的人，他们能够看见一些神向其他人隐藏的事情，神只是给他们看到。何西亚从神那里知道他的国家因为大大得罪神，将来必定难逃灭亡的厄运，所以他巴不得所有的妇人都不要再预养孩子，以免将来亲眼看到自己的骨肉惨死在敌人的手中。后来神果然透过阿述将以色列人从应许之地赶出去，由得他们在各国漂泊。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当他们发出信息的时候，都会强调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争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先知俄巴底亚首先指出，他所讲的预言是来自耶和华的默示，绝对不是他自己随便讲的。赵安，你有没有发现到神用什么方法向他默示呢？我觉得是用非常生动的方式。神一方面被先知俄巴底亚听到他的信息，另一方面又被他见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神正差遣使者去激动列国起来攻击以东。从俄巴底亚书的例子，我们也看到先知是讲预言的人。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主要是指在神的默示之下讲出、宣告出或者公布出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大部分将来才会发生。有些先知不单只要传达神的信息，而且还要将神的信息演绎出来，亦因此成为表演者。神给先知何西亚的第一个吩咐，竟然是叫他去娶一个淫妇做妻子。何西亚并没有提出疑问，他依照神的吩咐去娶了歌蔑为妻。歌蔑的家庭背景很可能是拜偶像巴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歌蔑好像一般的迦南女子一样，在婚前已经将自己的童贞献了给巴力，在偶像庙里面行过淫，就一点都不出奇。歌蔑一共生了两个仔和一个女，耶和华吩咐先知何西亚和长子改个名叫耶斯列，意思是神分散，同个女改个名叫做罗路哈玛，意思是不受宠爱，又同个细仔改个名叫罗亚米，意思是不是我的子民。神透过耶斯列这个名去预言，神要令以色列人分散灭绝，作为耶户杀人流血的报应。罗路哈玛这个名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失去神的宠爱。罗亚米，耶和华用这个名来到预表神和北国以色列的关系要破裂了，神不再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子民。教导律法书本来是祭司的职责，但是当祭司失职，先知就成为了神子民的属灵导师。先知不仅只要以身作则去遵行神的吩咐，并且要督促百姓去遵行神的吩咐。先知在这里指责首领官长、祭司和假先知，因为行政首领和官长收受贿赂，审判的时候不公平，屈枉正直。而身为宗教领袖的祭司，有钱收才肯讲解神的律法。至于假先知，亦一样贪钱，他们对给钱的人就讲祝福的说话，对没给钱的人就讲咒诅的说话。他们这样做还胆敢说神与他们同在，完全不认为神会惩罚他们。难怪弥迦指责这些领袖带头犯罪。
令到耶路撒冷荒凉，犹大国灭亡。假先知所讲的预言当然不会实现，因为不是从神而来的，而是他们贪钱乱讲的。弥迦却是神的真先知，他自我表白地说：至于我，我藉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人子啊，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先知以西结非常清楚自己是神所选立的守望者，他必须警醒守望，向百姓提出警告，如果他失职就要承担后果。先知哈巴谷亦都有同样的体会。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哈巴谷将自己当做站在守望台上的守望者，要看看神对他的诉苦有什么回应。我觉得哈巴谷的口气好像在这里向神投诉：神啊，我忠心地在你给我的岗位上守望，我见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你对我的诉苦有什么回答呢？我们也发现神从始至终都没有责备到哈巴谷，神反而将他的心意启示出来。哈巴谷的发问显示出他关心公义，亦显示出他对神子民的关心，这是神所喜悦的。先知知道自己的同胞犯罪得罪神，必定会受到神的惩罚，他们就为同胞祈求神的怜悯。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阿摩斯是农夫，他很清楚蝗虫对农作物的危害有几大，所以他为以色列人哀求神的赦免，神接受了他的代求，决定不降蝗虫之灾。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消灭。亦有人说，这个异象指出神要用很厉害的旱灾来惩罚以色列。无论是真的火定抑或是旱灾，情况一定都很可怕，以致阿摩斯认为他们很难担当，所以再次祈求神饶恕他们。这一次神亦都垂听了阿摩斯的代求，再给一次机会他们。先知的信息经常都采用诗歌的题材，例如拿鸿书就是用诗歌题材写成的，预先描写亚述国被敌人攻打那阵时的惨状。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就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这里的亚述王应该是指亚述最后一任君王，牧人和贵胄是协助他们领导人民的首领和官长，他们都睡觉安歇了。那是什么意思呢？比较可能的解释是他们都战死了，不能够再指挥，所以人民就会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各散东西。这里还讲到亚述的损伤无法医治，也就是无药可救。尼尼微城后来的确被毁坏得相当厉害。查考完拿鸿书这篇长诗之后，你有什么感想？我觉得神真是掌管万国万民的神。你看，
当年不可一世的尼尼微城亦逃不过被神判定灭亡。旧约时代的先知为什么会产生呢？可以说是为了多方面的要求。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从游牧民族生活定居下来之后，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需要神指示他们应该怎样去做，所以神选召先知出来传达他的心意。有了先知的教导，以色列人就知道怎样继续向前走了。以色列人既然有特权可以承受神的律法，他们亦都有义务去遵行神的律法，但是他们遵行不到，所以神兴起先知来指责他们。何西亚书第四章到第十章详细记载了以色列人悖逆神的事实和神对他们的惩罚，里面包括了先知何西亚传讲过的好几篇信息。如果将你的将经文的内容综合一下，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得罪神的主要原因是漠视神的律法，完全没有切实遵守。圣伟，神为以色列人定了多少条律法？耶和华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万条即是表示神比他子民的律法非常详细，这万条律法的精华就是十诫，记载了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耶和华亲自将这十条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面，交给摩西，由他传达给神的子民。我们见到神的诫命很明显地分成两大部分，前一部分讲的是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后一部分讲到我们同人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完全违背了这两部分的诫命。神的子民和神之间有约的关系，所以他们去拜偶像就是对神不忠贞，何况拜偶像的仪式非常之邪淫，更加是神所恨恶的。还有神曾经指示他的子民怎样透过献祭来洁净自己，使到他们可以亲近神，详细的内容就写在摩西五经里面。但是他们后来竟然想用虚有其表的仪式来到取悦神，神就透过先知指证他们。伯特利和吉甲原本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和神立约的地方，后来就变成北国一个很多人拜偶像的中心。由于祭拜偶像的仪式非常邪淫，所以先知在这里讽刺他们，不是去献祭，而是去犯罪。先知讽刺他们当时的献祭和奉献可谓非常之勤快，他们每日早晨去献祭，每三日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又献感恩祭，又献甘心祭等等，但是神一点都不喜悦，因为他们献祭的对象和动机都是错的。他们当时是献祭给偶像假神，而动机呢是为了令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神的子民在过节的时候举行盛会，有献祭的礼仪，亦有歌唱和弹琴敬拜，这些本来是神所喜悦的敬拜方式，但是因为他们藐视神所看重的公平和公义，所以神不悦纳他们的所作所为，
歌声和琴声已经变成了神厌恶的噪音。神子民的君王在敌人来侵犯的时候，时时都不专心倚靠神，神就透过先知去指责他们，提醒他们。以法莲好像甲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甲子原来好有方向感的，他们会替人送信到远方，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但是以色列人是愚蠢无知的甲子，他们已经失去了甲子应该有的方向感。北国的君王有些向南边的埃及求救，有些就向北边的亚述求救，这样变来变去的结果就好像漫无目标乱飞的雀仔一样，会被人网住。举棋不定的以色列国亦难逃灭亡的命运。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这一支是好的弓，这一支是坏的弓。以色列人就好像坏了的弓一样，不能够射中目标，因为他们本来应该归向耶和华，现在却归向外邦国家和他们所拜的偶像，结果失去神所赐的能力，亦没办法达到巩固国家的目标。先知在宣布神的审判的同一时间，亦都预言神要拯救和复兴他的子民。神说等住啦，他就快要惩罚列国，而神的子民亦会从分散的各地方回去向神献祭。在当时听起来，这些说话好像天方夜谭，因为这些强盛的国家怎可能被秘掳的人返回故乡去重建家园呢？还有犹大人后来打了大败仗，又被分散得这么远这么散，怎可能回去呢？先知发出预言的时候，犹大国的人还未曾被掳走，如果不是神被西番雅预先见到异象，他根本不可能知道将来会发生这些事情。在这卷书最后的地方，西番雅写了一首好美的复兴之歌来赞美神的作为。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耶和华已经赶出你的仇敌，耶和华他就在你们中间，耶和华使你不再惧怕灾祸。先知受托付要向以色列国和世界各国见证神自己，他们帮助人认识真神，敬畏真神。旧约的先知特别强调神的圣洁和公义，因此犯罪的人要赶快认罪悔改，才能够免受神的惩罚。他们亦都强调神的信实和永恒不变的爱，因此属神的人最终会得到拯救和复兴。先知还强调神的全能，帮助人敬畏神，倚靠神。先知有一项最重大的任务，就是预言尼赛亚的降临。旧约时代的先知有关尼赛亚的预言，多数是指向他第一次来到世上，亦都有些预言他的再来，更有些预言他将来掌权管理的国度是几咁辉煌荣耀。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圣经这样话：锡安的民啊，
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当撒加利亚发出预言，大约500年之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曾经在最后的那个星期日，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非常奇妙地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先知预言在基督再来之前，地上会有非常激烈的战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争战。就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基督降临了。先知预言基督再来的时候会降临在橄榄山，正是他第一次来完成任务之后升天的地方。撒加利亚还提到，到那日除了地震山移之外，管理昼夜和节令的太阳、月亮、星星这三光都没了，因为不再需要他们，基督的光辉照耀着大地，再没有寒冷，亦都没有黑夜。象征丰盛生命的活水泉源亦都会全年供应。不过旧约时代的人对尼赛亚两次降临的影像可能是重叠的。而对新约时代的人来说，有关尼赛亚第一次降临的预言已经全部应验了，那就帮助我们确信尼赛亚再来的预言亦都必定会应验。从先知对君王、对祭司、对百姓的任务当中，我们看到先知确实讲到很多有关未来的事情。不过先知发出这些预言的目的并不是预言本身，而是要人因为知道未来，就对神目前的警告和呼唤有及时而且适切的回应。古代以色列人的经卷是由一条很长的羊皮或者蒲草纸卷起来造成的，大先知书它的篇幅比较长，各自成为一卷，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至于12卷小先知书，每本的篇幅都比较短，就合成一卷。不过大小先知书的重要性是相同的。12卷小先知书在不同的手抄本或者译本里面排列的次序并不一样，中文圣经是根据英文圣经的次序排列的。如果根据小先知书的主要内容和著作时间的先后，我们可以将它分成4类。外邦之书主要针对外邦国家发出预言，有约拿书、拿鸿书、哈巴谷书和俄巴底亚书。北国之书主要针对北国以色列发出预言，有阿摩斯书、何西亚书。南国之书主要针对南国犹大发出预言，有约珥书、尼迦书、西番雅书。归回之书主要针对从秘掳去到的地方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发出预言，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无论是篇幅长的大先知书或者篇幅短的小先知书，我们都会发现里面所记载的信息
主要是由警告和安慰两个分类交织而成，这样是将神两项看来好像互相矛盾，但是就彼此相关的属性，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都表露了出来。神的公义令到他不会不处罚故意犯罪的子民，神的慈爱又令到他不会不拯救他的子民。除此之外，亦都强调神的圣洁，所以神的子民应该从拜偶像的人当中分别出来，免得玷污自己。有关神的审判，旧约的先知书虽然主要提到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但是亦都没有忽略神对列国的审判。而且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这一项真理是新旧约圣经都一致强调的。所以耶利米召了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先知书的信息大多数是口传的，先知只是叙述而不著作，由门徒弟子记录下来，他们所传讲的也一定比记录来的多。我们相信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信息都是神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内容。还有先知书的信息是彼此相关的，先知所传的信息都来自神，所以基本的信息相同，但是在重点和表达上就略有不同。从整体来讲，先知书的信息互相补充，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令到人对神和他的救赎计划都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和体验。解释先知书一定要祈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每一卷书的真理。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中的先知传达神的信息有一项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不会解释神的旨意，他们只是将神给他们的话语据实讲出来。换句话说，神所吩咐的说话和先知传讲出来的两者之间没什么差别。先知书的写作有历史书的特色，亦有诗歌书的特色，有些还有启示文学的特色，所以解释先知书的时候需要注意有关的解经原则。先知所讲的说话主要是针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来讲的，所以要对当时的背景有些认识，才能够又正确又深入地了解先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查考哈巴谷书的时候，发觉先知哈巴谷对当时犹大国的社会状况非常之不满，为什么呢？我们就需要知道哈巴谷是在哪几位君王在位的时候做先知的。根据历史书的记载，先知哈巴谷是在犹大国最后三任君王在位的时候做先知，他们是约雅敬、约雅根和西底家。圣经给他们共同的评语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君王不秉公行义，下面的人有样学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先知哈巴谷对时局这么不满了。而且当我们追溯历史发展的时候，就会惊讶地发现先知的预言完全一字不漏地应验。
大部分的先知书都是用诗歌体裁写的，所以需要知道怎样解释用诗歌体裁写的信息。希伯来诗歌文体的其中一项特色就是运用平行句法，每一节有两句，第二句从正面或者从反面来强调第一句的意思，或者是扩展补充第一句的意思。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两句说话的意思相同，第二句是从正面强调第一句说话。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正直人和奸诈人是刚刚相反的两种人。第二句是从反面强调第一句的意思。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这里补充讲清楚，新歌指的是赞美我们神的话。由此可见，在解释大诗歌性质信息的时候，不应该将每一句说话当作独立的单元，而是将相关的内容摆在一起解释。我们试举出一个在先知书里面的例子。以后你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节经文的后半节有诗歌体裁平衡句法的特色，所以我们不会以为先知是说只有老年人才会做异梦，只有少年人才会看见异象等等。其实先知要强调的是，越接近末日，圣灵的工作就越明显，亦越普遍。圣灵令到有些人讲预言，有些人做异梦，又有些人看见异象。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等等，都用到启示文学的题材，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启示文学包含很多象征性的图像和数字，很多时候都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例如在撒加利亚书前几章里面，描写先知见到的八个异象都有它象征性的意义。我们举出其中一个异象做例子。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二十爪，阔十爪。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大木石都毁灭了。在这个异象里面出现的事和物件具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呢？飞行的书卷可以说是代表了神的律法书，它就好像写了十条诫的法版一样，两边都有字。偷窃的人和起假誓的人代表了一切违反神律法的人，他们都要受到惩罚。这个异象表达出神要求回归的子民在重建圣殿的时候亦都要重建他们的灵命。以经解经就是用比较清楚易明的经文来解释比较不清楚的经文，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难解的经文很可能在另外的圣经书卷里面会找到答案。我们用约拿书做例子。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先知约拿在尼尼微城传信息的时候，是不是只是说了
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句说话呢，我们参考耶稣讲过的说话。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祷福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由耶稣后来对犹太人所讲的这番说话，我们相信约拿还提到他被神管教和被神拯救的经历，令到尼尼微的人对神产生了敬畏的心。有圣经学者认为，根据上下文是最重要的解经原则。譬如说，在先知书里面经常提到以色列，它到底是指整个以色列国，定抑或是单单指分裂以后的北国以色列呢？那就要根据它的上下文来决定了。当我们从圣经的整体角度来理解每卷先知书的时候，就会更加明白其中的教训。那就好像一棵大树和很多枝子之间的关系，树的枝子虽然向四面八方地伸展，但是都必须连接在树干上才会生存。所以在分享每一卷书的信息的时候，不能够忘记圣经的主要信息。那个主要的信息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为世人预备了救恩。先知书的信息给我们看到，神拣选以色列人来成全他的律法，他们知法犯法，受到的惩罚就很大。同样，神赐圣经给我们作为行事为人的根据，我们亦要好好地去遵行，免得受到神的管教。在先知书里面亦都充分流露出神对他子民的怜悯。神在管教之中还透过先知去安慰他们，应许要拯救他们。今日神亦同样怜悯他的儿女，总是给机会我们悔改。对于我们的未来，神亦有美好的应许，其中最大的应许就是尼赛亚的再来。所以就等我们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了。